欢迎收看 Cookie Time， 我是最喜欢电玩系的 Cookie。 哎，奇异博士的失控多重宇宙在今年即将要上映了，所以他的电影玩具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出来了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这款漫威奇异博士传奇红色符文。这款它在美国是 Target 限定贩售的。那马上让我们看一下这款的开箱吧， Go！ 包装正面可以看见玩具的本体，下方就是今年的电影《奇异博士2：失控多重宇宙》的 logo， 两侧都有捍卫者奇异博士的照片，背后就是更大的一张海报，上方就是奇异博士这一次的红色 logo 雕刻，头雕有抓准了班乃迪克康伯拜区的脸部，还原度极高，发型的两侧又有白色的毛发。另外这款更是使用了绑起来的长发造型，让人觉得相当的新鲜呢。整体的服装刻画细节也相当的帅气，使用了雾面的黑色及亮面的红色来呈现，手部则是有咖啡色的绑带。可动，头可以转动。肩膀可以平举，手上方有旋转点，手臂是两段式关节，手腕可以转动。胸到腰是球形关节，腰可以旋转，腿张开时会被裙摆挡住一些，腿上方有旋转点，膝盖为双关节，靴子可以转动，脚腕有关节。配件替换手，一副施展魔法的手势，一颗握拳的右手，一颗握武器的左手。传送门，这一款除了超帅气的捍卫者奇异博士造型之外，最强的卖点就是这个传送门。终于出现了这个漫威电影后期超重要的传送门，好像看到这个门就会有神秘的角色要登场。这配件主要是透明的橘色还有饱和的黄色来呈现的，另外底部也相当的平稳，不用担心会倒下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开箱影片，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您。这款基本上也是必收的吧，光是背后的传送门特效配件就超有诚意的，加上这角色造型真的也是很帅啦，所以就是必买必买必买。那你有收集这一款吗？还是你有什么不一样想法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。小铃铛按下去可以提醒我有新影片，追踪 IG 可以看到更多生活的花絮。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不用订阅我，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喜欢。那么 Cookie Time 下次见啦， See you。